那先来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上路闪亮上路哈纳比。안녕하세요저는 Flash of Top 哈纳比입니다。今天你们打赢了 King Zone， 然后惊艳全世界。那、啊、你觉得你今天打完之后的感想如何？就打赢 King Zone， 那是非常开心。但是下一轮还有四强赛都会遇到他们，所以我们要更努力练习。오늘 King Zone을 이기게 돼서 상당히 기뻤는데요。하지만 나중에 4강전에서도 만나게 될 거라서더욱더 열심히 연습해야 된다고 느꼈다고 합니다。就是韩国没有什么人知道你是 Man 亚素的，那你可以对 Man 亚素这件事来解释一下吗？ Man 亚素就是以前 S 5的时候亚素非常强，然后那时候我是就是擅长玩 AD 中路的，就是 AD 刺客中路，所以我就从 S 5 Man 到现在了。그 시즌 5때亚素가상당히강했었는데요。예전부터원래그 AD 암살챔프를좋아해서그때부터하게되었다고해요。那你就是最后选到亚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吗？就尽全力去打，因为亚素这个角色就是非常的，就是有可能翻船，就要打得更好。그亚素라는챔피언이상당히잘못조금만잘못해도상당히쉽게게임이터져버리기때문에정말최선을다해서열심히해야겠다는생각이들었다고해요。아对面上路不是选纳尔吗？啊，你有想你没有想到说是为了康纳尔而选的吗？就是拿来康纳，然后还有限制对面的团战选择的。그나를카운터도있고요상대그한타때야스도가좀억제할수있는그런면도있어서고르게됐다고합니다。那因为你是新人嘛，啊，那想知道一下你是怎么会变成职业选手？就当初在台服已经打到台服第一了嘛，然后就是书读到一半又觉得就是读书有点不想，所以就来当职业选手。그이전에대만서버에서1등을한번찍었었고공부를하다가이제공부도하고싶지않아해가지고프로게이머쪽으로가보고싶다해가지고지금이렇게이때까지해온거라고합니다。那因为在韩国其实没有几个人认识你嘛，啊，所以你除了亚素，还有哪些角色是你特别有自信的？像是刚弗兰克也是我的美角，然后就是其实中路角色我全部就大概都玩吸血鬼啊，还有雷兹这种上路角色。그갱플같은경우에도상당히자신있다고하고요이제미드원래미디언치편인데지금탑에서쓰는블라디나라이즈같은챔피언도되게자신있다고합니다。那你就是练习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有一个选手来影响，就影响到你的游戏游玩游戏方法？就跟 LCK 上练吧，跟 LCK 上练的时候，就是常常被压制，就是没有特别有影响，就是 LCK 上那种压制。그이제 LCK 팀 D 랑스크림하게될때모든탑선수들이전부다자기보다강한것같아서그냥 LCK 에대해서영향을받았다고해요。那你对木槿有什么三个想法看法？我跟木槿都是新的嘛，其实我觉得他一样就是会紧张，但是他是完全不紧张在打比赛，然后给我们队友帮助是非常大。이제하나비선수도그렇고무진선수도둘다신인인데도자기는긴장을하는데무진선수는시합때긴장을안하는것같다고해요。그래서그게팀에되게많은도움이됐다고합니다。就是这边跟 LMS 的比赛场不是差很多吗？啊，你觉得在这边比赛之后，你有什么看法吗？这边的就是粉丝都非常的热烈，就是只要比赛打好，就会给予掌声与尖叫声。이제팬분들이차이가많이심하다고해요。여기서는이제그냥경기를정말열심히하고이기면은많은환호를받을수있어서정말좋다고합니다。那你在队友里面谁比较会照顾你呢？就也没有人特别会照顾我，但是跟 Maple 最熟吧。특별히뭐잘돌봐주고그런분은없다고하시는데메이플선수랑가장친하다고해요。就是现在闪电狼会几连胜这个话题现在很热门，那你觉得闪电狼会可以几连胜？就十连胜吧，就是希望每场都能拿下，就是不要松懈。10연승까지생각하고있다고합니다。매판이제열심히해서꼭이길수있도록노력을한다고합니다。那你这一次你个人的 MSI 目标是什么？就是拿下冠军啊。우승을하고싶다고합니다。那最后你跟韩国粉丝就打个招呼吧。就是可能韩国粉丝都不太认识我，但是我会努力的在就是在国际赛努力的表现。최대한이제국제대회참가한만큼팬분들께실망을시키지않도록열심히노력해서좋은결과를얻겠다고합니다。